瑶瑶，快来，我买了好多好吃的。啊，主人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啊。虽然我们家很穷，可是你也不至于吃土吧？咋回事？没错，吃土就是我的日常。我平时没事啊，就喜欢吃点土。你要不要来一口啊？不要。这个其实是可以吃的土啦，里面全都是巧克力饼干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那我也不吃，脏死了。你不是买零食吗，主人？这是作业本吧？没错，不过它叫可以吃的作业本。我才不信呢！不信啊？那我给你吃一个。先来个谜语，再来个语文。哎，其实这些都是用糯米纸做的啦。既然你不喜欢，那我们吃点正常的。五花肉能吃吗？五花肉为什么不能吃？是要煮熟才能吃的啊。算了，那我自己吃。嗯，怎么这么硬呢？我再试一下。不会把我牙齿弄掉了吧？主人，你的牙。我的牙。不是吧，叫你乱吃东西，这下好了吧？掉了没关系啊，我再把它吃回去。天哪，你实在太恶心了。这是我买的假牙糖了，是不是很逼真呢？幼稚。别生气了，夭夭，来吃点药消消气。我又没病，你才有病，你才得吃药。我确实有病，自从我养娃以后，我就天天那个后悔呀、啊！苍天，我为什么要养娃？还好这个世界上有后悔药。我的天哪，这么神奇吗？我今天就把它吃了。什么呀？这明明就是软糖。那你再看看这个，又给自己买口红。来看看这个口红色号。不错，这个玫红色很显白嘛，我再试一下味道。你是认真的吗？甜甜的草莓味入口即化。天哪，我家主人肯定是没救了啦。你干嘛？我还有礼物要送你呢。你怎么知道我的香皂刚好用完的？哎呀，这不是给你洗澡的，是给你吃的啦。这真的能吃吗？拿走，我不需要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。来人啊，把它拖走。